接下来是蔡锷与蚊子二三事，以及被菜园彩虹屁硬控的一生。他吃到血了吗？这红的看不见，这不是我的血，是啥血？手上起包了吗？啊，咬的地方起包了吗？掐个十字吧。这啥用？这样，封印他的痒。好像那种小公子，哦，就是家里不来年纪最小的。小少爷，小少爷。要头，他要头。这树把头照坏了。上一有姓氏的感觉，上一有姓氏。心事感很重，确实有心事。